看不出来，下车要检查一次，怎么了？看他有没有进入充电状态。哦，等一下，我待会滑一滑再把它卡拔掉。我的塞法啊，还是很长啊，这里啊，老是算错，我一记得第三个下，左边算，我是从左边算，左边，但是我没有看到前面有个对角，所以其实他算第四个，我刚刚自己以为是第三个，你看我裤子还是破，破，破，你看到吗？破啊。很像啊，他屁股比你大太多了。哪有？
老师把他衣服抓起来，好美，是衣服。这是衣服上蓝色的。没有，是抓他胸口，因为我放在胸口，然后听不到。哦，因为太矮了。我不知道，他自己在上面，他自己已经抱着那个镜头，然后还是听不到。然后老师就拿了自己的去比杆，然后比不过。老爸他的票是怎么点的？对的。我这混起来是口袋里，会不会这样？还好，我只是把衣服穿破了。就是很给。所以你要滑两个？不想上山了吗？一直滑练习坡，随便啦、啊，你就说要去哪，我就站。不管在哪我都练习这样。脚超的。嗯。欸，这个人硬要滑一道，最后就只能擦擦擦。在哪里？后面啊，他这个是 ski。不是，我没有。他硬要滑这一道，然后后面就只能用擦的，他说。
么多个，八个哎，有大有小。要傻傻的进，他连账都没拿，他前进都很困难。好冷哦，手还是很冷。这边要拍一张吗？其实这边也蛮漂亮的。
跳跳跳啊！你要我帮你拍吗？我会下去帮你拍。不用啊，我就一直在练习，有什么好拍的？你有看我在干嘛吗？没有啊。亲爱的小朋友啊，去哪里了？
我已经拍了100张了。其实我也很佩服玩 snowboard 啊，我敢在那耍特技的，因为我觉得。
实你也不用说 snowboard， 那个在公园里面玩滑板的那个就一样意思，滑板更痛。那更是水泥地。上面那个岔路，那个就是绿线，就会跟绿线接在一起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进入松雪以后趴着的人，一个跟两个。哇，他这样不动不了，动得了吗？就很烦。对啊，我看不到。
那个绿线就是我们第三条嘛，这边是看不到的。那里，在这个树后面就是切过去的地方，再往前走一点。还是根本就在那裡，我不知道啊。切过去，我是想说要不要走一下那边，好久都没走呢。啊？要不要走一下？如果华龙自己的话就走得到了，然后走，爬一下，爬一下。我要把这样，我要抬头看东西，我的雪镜才是清楚的。最后是走第三个路，哦，是第三个，走这个压过的，哦，第二个路我们也走过啊，哦，原来是这，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要切这个绿啊，因为要推，这样，好，走啊，那我要做大弯。
重点是之前好像没这个问题，还是怎样？有啊，我在用，就十二月就一直掉啊。是十二月的时候，之前就没有。之前我还蛮满意的，说，这样我们两个人影片都是无接缝的。什么叫无接缝？GoPro 的影片就是它是连续录啊，它四 G 切一个档。然后我之前那台机器，它切档的时候中间就有三秒是不连续的。对啊，那现在搞成这样，那这台你有一台是坏掉，真的坏掉。最旧的 GoPro 它坏了，然后就丢掉了吗？就丢掉了。你丢的是什么？类似的。对啊，我试着把它拆开，也找不出所以然。不能丢，就是直接丢的是什么？那是在台湾丢掉的。滑起来有。
渠道等于是被风整好的，风帮你吹成平的，对，就很好。就乱吃，这应该会摔。这个就慢慢来也是可以。可以啊，要小心摔啊，是不是？嗯。所以今天不会去喝果汁了吼。可以啊，就再去一次啊。不要，已经喝两遍了。哦。你这样时间就没。出现了上一季的酸法，后来现在马上就矫正回来了，就已经好了。真的前倾差很多。前倾就呼出去啊？没有，前倾的话就刹车力道就很强，然后控制力够了就觉得我要往这里可以往那里可以，但是控制力不够的话就觉得沿路都有点停不下来。
这啊。再去前面一点啊。这里很陡哎、欸。一下就往右，往左，往右切，再往左切。对啊，那我们就下去了。好，你先。我要帮你减板。啊？我要帮你减板。应该是还好吧。你要我先啊？好啊。那命没白养的。这就下去就没事了，下去这就没事。就没事了，对不对？要走到哪、啊？你还是走前面吧。啊？因为我是真的不认得路。就跟着大家的路啊。那就一直往那边走。对啊。你看吧，特价路在右边。你等我一下，你慢慢来。路在你的背后，你回头看正后方是不是横着过去？嗯，这里。你是切太高的，所以我跟你讲，路在你刚刚的右边。到了，看到了，所以我还太高吗？对啊。你的方向比我好，因为我想要回转。啊，走。嗯。我看到路了，原来是这一条。对啊。我刚看到的是上面。然后我的方向不好，我可能会栽下去。我决定要撤的。那你就跟我刚刚一样。因为我的太窄了，我这样下，我觉得我会一头车下去。
我看一下，你先走开，我看一下。你要叫我、哦，你为什么要挡在我下面？我没有控制好。嗯，你觉得我要侧降还是转身溜过去？但是我没有弄好，我可能就会两个板子插在鞋里，我被扑出去。我觉得转身可能比较简单。我觉得侧降我就简单啊。好，那你侧侧降，因为我刚试了，就是降不大下来。因为太多哈。因为山羊那个切住的力道。好啦，我下来呢。哦，不是下来了吗？不是下来了吗？对对对。怎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你刚刚不是这样子吗？对啊。我就坐一下。哦。我这样好像要往前冲哎、欸，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哎呀！山羊回复了。是有这么难下吗？但是我们是切到很下面下的、啊、那我们还是继续下去好，我们不要直直下，好危险。那就往右吗？但是我都觉得我的板子的方向不对。板子方向？对啊。你要去哪？我们不是要走右边吗？哪里？我觉得变比昨天难呢、欸，因为好深哦、喔。跟你不同路，这里可以侧降，然后这段滑滑层有点像馒头，很疯狂的这样咻咻咻就下去了。嗯。我觉得比较奇怪，为什么我嘴巴里都是铜粉？
我觉得今天这里可能很难玩欸。那你要下吗？你看起来会很难玩。我看起来还好，就是一直横切就对了。然后血很多的状况下应该可以横切吧。所以还是要下啊。哦，好。跟我一起下最小的那一组。滴滴的馒头吗？你切的比我下面，你切的比较少，自己就可以下去。这样我比较累。你在休息吗？没有。你会戴啊？我只是，我口罩有罩好吗？啊？有吧。倒到翻过去了，真的太危险了。人家好快哦。这里应该拍一张，有树。刚刚有拍。哦，你有拍啊？每下一小段都拍一下吗？嗯。我已经拍了第三次了。哦，是哦。已经下来那么高了，哼。
到你下面翻往上面拍的。应该是我帮你拍，你不要动，我帮你拍。我去你家。嗯，好小，等我一下哦，两倍，一二，这什么都看不到，呵呵，这什么都看不到天了、哦，嗯，只有天啊，只有天看不到地啊，地，雪地啊，看得到啊，这个状况看起来还好，啊，看起来还好，左边有树，我先啊。土堆为止，把那些土堆都撞掉、啊、我都去撞土堆撞雪堆了、啊、人家又迅速的滑走了，我拍一张啊，那如果我在你下面呢？那我下去就好了。不是，我说下，我在你下面这样呢。我这样子，身体有都受到光吗？有吗？头好像没有。我上不来、欸。往上爬一次。我上不来、欸。爬到地下。后面的风景啊，脚还硬是往下掉。好，下去了吗？你刚刚什么都拍不到，是因为两倍。我现在用广角才拍得到的。哦，那我再帮你拍一次。我有拍一张啊，但是我帮一倍的吗？一倍就觉得很小啊。好看哦，这样很好。有，嘿。哦，观光路线滑雪船，这样是开还是关？开啊，怎么跟关的声音一样？真的不要来，这样子好像更好看，因为旁边有树。你后退一点，你下来一点。好、啊。板子要悬空了。我叫你往后，不是往前。往后就会卡在一个凹上面了、啊。好，一二三，一二三，好。哎，这里树好大。你有拍啊？帮你拍。等我一下。刚好可以拍你。你好了。
其实还好，左右都好。哦，好了吗？好了。好，我人家好顺的，咚咚咚。就小转啊。嗯。还是等等，要等到人家的路。哇、哦，好厉害哟、哦！这是你要学的，是不是？对啊，要点一下，点一下就下了。嗯，哪里？这也在点。嗯，在馒头肩上转弯。嗯。板子都看起来好轻盈哦，哦，好轻哦。都会小转，我要穿过树了。哎，红的也会吧？红的只是觉得累。看啊，哎，我以前有，我看过小朋友，我有误过哎、欸，因为滑过馒头的时候会有点刹车，那时候变慢，很适合转的。你决定要先走了，超呱唧，我又比你低了。我觉得我鞋子很松哎、欸，
你那个会比谁低吗？转板子不可能那么快，所以要先在那种平稳的红线上练习转板，嗯，然后还要练习动抽的那一下，嗯，那我刚刚就可以抽，但是我最好练习，就是小的节奏越做越熟练。Thank you.
有刹车的那种感觉啊，其实有一点，就是你刹车的那种 pose， 你要踹出去，踹出去要刹车，然后要点之前就缩进来，然后准备下一次刹车，有一点像缩进来踩出去，缩进来踩出去这样。
公司电话为什么不用回？这不是回，这个是看说 OK 知道两通，但是通常这种东西过一阵就理他们。而且是要下线的那个吗？啊，是要下线的那个还是？你要人家怎么办呢？刚刚吗？刚刚吧，第二通电话，因为五分钟内的事，就还好。这样下你会觉得停不下来？不会。啊？不会啊，下面比较恐怖，再下面一点。啊？对，现在开始，如果现在开始用这个下吧，那你有跟着点吗？我没有点。你点一下，就是身体在前面，点的时候低，点了之后抬高，这样会觉得停得很好停。停下来休息啊。哦，他等于是带着横贴吧。嗯，你是用横贴板去做的贴啊。好，因为我在你前面。感觉到那种按一下我可以爽一下那种劲道韵律感吗？会有劲道。我先开一个第二个。但你看我的两只板子分很开，中间有点分开是没关系的。其实啊，那个教学影片可以让一开始好像棒球啊，超像。我去追他。你说教学影片说什么？他还在滚。不是很硬硬的，有哎、欸，它是扎实的。那要把它带去那个，带去更黑的线，让它滚大一点。不然它的生命就只有到这，就要被人家碾碎。
不到啊。它长得大吗？不要被馒头限住了，加油啊！快点滚，走远一点啦！加油，加油，加油！好像不见了，停住了。我们去救，我们去救他吗？不要去救他。我去滑红线。我觉得这个人有钢的难耶，这个人有钢的架头，很累啊，就是没办法练东西。我觉得平安好像比较可以练东西。这个吗？那下这个会很恐怖。做你会甩出去比较远，你现在那个横幅已经接缩短了。第二个就是啊，你转的那一瞬间刮出来的雪变得更多了，那个代表刹车力。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总之你这个小转已经你也有一点基础了。对啊，有吗？好，我再做做看。这是我这一次的功课、啊、一开始把上半身放低的话就可以拉撑住，你看就到这了，接着又可以这样，然后左脚抬高。这是脚高欸，你到底按对还按不对？是我按的不够低吗？右脚就可以，右边左脚可以，右边呢按低一点吧，按低一点。你又抬错脚了啦，对。刚刚方方按住地上的那个练法，刹车力也要比我原来的练法。我触发了一堆球球在滚。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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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向自由的人生，滚有够远的，这个斜度它可以走。很丑，超丑。练习先这样练啊，就是让
刚刚就忘了我到底是怎么转过去的。这就是滑雪板所谓摔的，不是摔，就是摔的地方。我不是摔，只是摸一下地。我只是屁股想坐。流畅的站姿。啊，我要闪开啊！不用了，他使用的轨道宽度只有三公尺而已。挤对角哎、欸，对啊，很自然而然，因为我在看影片之前啊，我自己就会偷用这招，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举起来那只脚就不会妨碍另外一只脚。结果影片说要用这个方法练，我就有点讶异啊，这样子练了、喔。但是那个老师他那个转半圈很滑，很圆滑，我觉得他在挖那个 U 型管是不是？之前就挖好的、啊。之前就已经挖好了，只是之前盖了大雪在上面。对啊，他把雪吸走。还是有人在滑、啊。你做得很好啊。那我是慢动作啊。其实这不是求快，这是求弯小，然后刹车力强这样子。就有一个力道可以帮你抬脚的那种感觉，那就转过去了。嗯，对啊，那没有馒头的状况下就只好弯腰弯低一点，然后又有点丑。对啊，空发机吗？哪里？白色的。哦，我不知道哎、欸。飞机吧。飞机。哎、欸，听到声音了，是飞机。而且现在太阳很强，所以在往下弄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以有阴影的为假想敌，好像那里有一颗馒头顶那种感觉。对啊。
真的很像是现成的有扶手的感觉。哼，有搓搓那一下，感觉扶了一下，很好像的感觉。它是我们的圆，我们是圆规，不是吗？对对对对。这样子找到饭店超小啊。哦。然后熟练以后就最熟最熟这个的时候，就跟那些下来很快的人差不多了。嗯。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滑的。不点账不行哈。啊？不点账不行哈。应该说点账可以帮你处理掉很多问题。嗯。对啊。哦，就是速度有点快，想要慢起来的时候，那想要慢起来之前准备一个点杖，然后点杖前就会踹那个沙拉一下。嗯，你可以帮我录我在转的时候的样子，我好想看看正面看起来像什么样。好啊好啊，我去下面。不用太远，一点点就好了。对啊，这样就好了。不用太远呐。好，这样就可以了。嗯。就往那边去啊。哦。等我一下，我用手机录。嗯。很慢动作哎、欸，这样很好啊。你有没有印象，白马有很多老人，就是这样慢慢的下，黑线也这样下。嗯。啊，我帮你录那边啊。我不用啊。我帮你录，让你知道你自己的姿势。那我要去多远？你过来亮一点哦。你觉得比较自然，因为我那么刻意、啊、其实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弯腰，很凹。你来看起来很自然。嗯，我还以为我做得很凹凹凹。你一开始很脚跨得很大很明显，但后来现在不会。你是说一开始在上面的时候？就可以收工了。多早？我不知道现在几点。快三点。快三点。对啊。3点，差3分钟。太早了，你以前都会滑掉底的呢。但是我觉得我练够了。练这个也是。龙之极的最后一次。啊对啊，要龙之极最后一次。龙之极。嗯。最后一次，不要，我觉得好累啊！我跟龙之极，我倒用这个滑板滑下来了。你要再滑一次龙之极，是不是？我觉得可以啊。好啊，那去啊。对啊，就最后一次啊，就回家了。好好好。不过你现在就直接回家，我觉得太亏了。
我再去小红屋上一次什么不让我们去小红至少这样座席を座りましたら、通路は自動的に降りてきます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ませ。这个车快要几点？乗車中、通路は開催、開催に行く。他好像最早的关着注意くださいませ。他好像很受伤。この車の状況は、実際にしないようお願いします。また、リッカが何らかの理由で停止した場合、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ので、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第一次摔就是没有人。
有云的。体验是用眼睛看朵朵的，贴下去都还好。那就照我们自己喜欢的切，就不走大家的路了。切好就滚下去吧。哎呦，又走嘞，好强哦！好，你近一点，近一点。哎呀，来不及了。腿超长的，你看，我们两个腿超，身体长度也太长了。对啊，我要拍一张。耶、yeah, ，只是看过拍到我的手。你要有 pose 啊？要吗？手都看不到吗？什么都没有。好，那我也拍一下。我帮你拍一张很好看的。
很快的哦，慢慢走，啊？越嚟越遠喎，我鏡頭去唔到咁遠喎。有三條啊！啊，等陣時蒙啫嘛，鏡頭。喂，頭先落嚟啊，坐呢度啊，坐一個位拍啦。如果跑到那么远去，我晚上以后那边太窄了。我晚上去以后太窄，回不了头，所以我就变成侧降降下来。嗯，我就想你怎么跑到那么远去？对啊，回不了头啊！张扬的极限，要有一个那个旋转的地方。是，如果太阳是这个方向，又要再拍日，就这样。又看到我们两个了，来下一张。是这样吗？对。什么怪样子？嘿，我脚还劈开。好。嗯？哎、欸，那个自动车道还看不到车子在跑。就它的速度是这样。有点点点头点头，就是高速小转。是哦。对啊，要绝还是小转，就是它转的那一下是错。我们现在是随便走，可能活着下去就好了吧。对啊，是随便走，我要用小转下去。啊，你不会累吗？对啊。有节奏感，好，但是我还是在滑行哎，因为还是很丑。那个刹车再带多一点，就是我还是在滑，对不对？对啊，你。我有停，但是我没有完全停，所以我还在滑。对对对，不要急着做下一个道，慢到一个种地步再做下一个道。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安全的、欸，很、安全的走了那么远的路了。对啊，咻咻就下来了。你要再来一次吗？下半步还可以再一次。
你要不要放一路？不用。不过你先看我吧。真的吗？就算点的频率很慢，但是你速度不会越来越快。我没有，我不觉得我超慢的吗？那很好啊。嘿，滚，滚，加油啊！没了，我帮你，我帮你。你会把它打碎啊？碎掉，碎掉。滚不出去，不够远。那等一下要走。第三条路回去都可以啊，那是红线啊，继续一路脚转下去。啊，最后你要拉我？不用了。要拉我？好。我问你要不要路，你自己说不要的。你真的不要吗？不要。我如果不点不行哎、欸，我想我不点我自己有上去，我都快不太行。第三条、喔，其实已经看不清有路况了。那边就是那个绿色出来的那个，就很小很短一段，而且压过去。好、啊，还要转哦、喔。直直冲了吗？
一次。对啊，所以我不用拉。对对，你有发现吗？对啊，我就自己来冲最快最远的一次，要回家了，要回家了。十月说不知道冲后会了。走啊！你要走，要走，距离短要上坡的，还是要走？距离长是可以的。距离短上坡还可以，有差啊。真的要休息了哈，真的要休息了哈。谢谢姐姐，你要关 GoPro 吗？要关 GoPro。也三点半了，其实。对啊。哎，那我关 GoPro 啊。